大家好，我是黑猫。那么今天呢，要给大家来带来一堂非常适合孩子们的运动课程。那么今天的课程呢是跑步的下肢力量与稳定性训练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也请到了一位特别非常特别的小伙伴，他就是多才多艺、品学兼优的焦文馨同学。来，我们欢迎馨宝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今天的课程就将由我和馨宝一起为孩子们来上一堂课。大家好，我是青岛早山小学的焦文馨，我很热爱运动，跟我一起动起来吧。我也把今天的动作编写成了小动物们的名字，便于大家学习。第一个动作，小猫跳舞。好了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现在让我们先双手掐腰，然后我们的左脚向前点地，尽可能的向前点，然后现在向侧，对，非常好，脚尖支撑脚向前向后，再来一次向前。好，馨宝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然后现在换另外一条腿，然后我们来左腿支撑，还是双手掐腰，脚尖向前。有没有感觉我们的支撑腿是有点颤抖，对吗？但是我感觉你非常棒。再次向侧，好，向后，好，来休息。第二个动作，小马腾空。那么我们还是保持身体正直，然后我们向前看，双手叉腰，把右腿作为支撑腿，然后我们左脚的脚尖点地，然后在腾空跳起的时候切换，两脚切换，可以吗？好，让我们开始吧。前面两个动作呢，就是我们下肢的一个激活动作。从这个动作开始呢，我们就开始来训练我们下肢的力量和稳定性。现在呢，我们用左手掐腰，然后我们的左腿正直向前跨一步，然后在我们在做弓箭步下蹲的时候呢，我们脚尖始终冲前，前后脚都是，然后大小腿呈90度，后腿的大小腿也是90度。同时我们加大动作难度，因为刚才我们的馨宝表现特别的好啊，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右手向上上举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起身一次，非常好，慢慢下降。向前迈一步，哎，小朋友要跟我们一起来坐起来吗？来中间。好，现在让我们还是我们前后腿弓箭步，然后这只手向上。好，让我们再次起身，向下，向上，向下，向上，向下，上，下，上，下。好，慢慢恢复。第四个动作，小鸡啄米。那么从这个动作开始呢，我们的动作难度就会有增加，包括我们身体的协调性也会加进来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还是一会儿呢，我们会把我们的右腿作为支撑腿，那么我们的左腿会向后去伸展，然后我们的双手呢交叉，双手交叉，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像小鸡啄米一样的动作。来，我们一起先右中左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让我们一起来保持稳定。开始的时候可以不需要下降到太大，哎，去寻找自己，我们的支撑腿可以来微屈，心的支撑腿微屈，对，然后可以慢慢的下放。好，起身。好，现在换中间，大家看到馨宝的支撑腿是保持一个微屈，然后我们的膝关节是向前，向脚尖的方向啊，但是膝关节不要超过，尽可能的不要超过脚尖太多，不要过分超伸就可以。好，我们再来做一次，从左向右，好，中间，然后右边，好，非常好，
第五个动作小鹿跳跃。那么我们之前呢都是一些相对来说静止性的动作，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加上一些腾空跳跃交替的动作。那么首先呢，让我们双手叉腰，那么我们还是做一个交替的弓箭步，好吗？我们先从这边开始，就是我们先从左腿向前开始，好，让我们恢复一起来做。好，现在哎走，用我们的脚尖来落地，尽可能的去有一个缓冲。对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正直向前看。第六个动作小兔踮脚。那么我们在之前呢，新宝也说小白兔是他特别喜欢的一种小动物，所以说这个非常姿势非常优美的动作我们就给了小白兔。那么我们还是身体正直向前，双手掐腰。那么我们首先其实这就是一个提踵的动作，那我们在抬起身体的时候，我们的脚后跟要始终是离开地面的。我们一共要做30次，三个角度。首先呢，第一个角度是我们的脚尖碰前。好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感觉怎么样？一点都不累是吗？脚后跟不要落地，脚后跟不要落地。哎，刚才新宝有偷懒哦。好，现在我们双脚分开，脚后跟始终都不要落地，好吗？你会感觉到小腿的后侧会有酸胀，现在也是要离开。好，还有20个，都不要接近地面，都要离开地面。好，我们来继续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最后一个角度，感觉怎么样？好酸的吗？好，现在我们来脚尖来内八。好，我们再来，来1、2。好，非常好。那么是不是会感觉我们的小腿后侧会有非常酸胀的感觉？那么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小腿的肌群。好，你特别棒，来击掌。小朋友们，现在新宝要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，运动过后一定要做拉伸哦。新宝，那么首先来拉伸我们的大腿前侧的肌肉。那么首先呢，让我们右手向右边来打开，保持身体的平衡，左手拉住我们的足背。好，来，我们新宝的平衡性也是特别棒的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换另外一边。那么我们第二个拉伸的动作呢，是拉伸到我们腿部后侧的这个肌群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做吧。然后我们用前腿向前，脚后跟来落地，来向前。对，我们的腿部后侧有拉伸感吗？好，慢慢恢复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好，非常好。那么小朋友们注意，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腰背要弓腰塌背，要始终保持一个腰背挺直。好，再给小朋友们示范一次。啊，新宝太棒了。好，哎，注意另外一条腿的，我们的脚尖也同时要向前。好，我们来换另外一侧。非常好，我们的眼睛可以往前大概45度的一个调整。好，最后一次。好的，非常棒。感谢我们今天的小嘉宾新宝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运动课程就到这里了，让我们一起享受运动，为爱助力。